火力全开的加特林有多爽，这是大部分男人的梦想。今天的测试是迷你加特林，别看它小，火力是相当恐怖。下面先准备一些菠萝，体验一下加特林恐怖的火力。加特林不需要准度，你只需要按下扳机把枪口对准目标就行，任何东西都扛不住这样的火力。下面再准备一堆西瓜，再爽一次。看看刚刚被打碎的西瓜，只能看到一部分西瓜皮，剩下的全变成了水。接下来打点大东西，楼下张大爷的三蹦子已经很久没开了，不知道挨一轮加特林是什么景象。为了达到最佳的观看效果，现场还调来一挺重机枪，加特林和重机枪一起打三蹦子，会是什么壮观场景？看一下车被打成了什么样，不知道二手车贩还收不收。只是我有个疑问，加特林像视频中这样开火得花多少钱？